转来。哦，叫你出来吃，你拖拖刷刷，动作上慢，我想讲你不爱吃，我给吃完啦。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我昨看你吃饼吃啊足欢喜的，特别哦，替你留一包，你上爱吃的来。哎，你今晚在创啥啊？不注意不注意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有一只蟑螂，我惊伊甲你吓惊着，所以紧甲打死啊！你爱多谢我。你听过伊的啦，这包根本就无开过啊！这包根本无开过，安尼啊？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可能看唔着啦。啊，不要紧，这饼要打碎，对消化较好啦，哈、啊，较好消化，赶快当个吃啦。水死啊！你搞鬼！你搞什么鬼？你搞什么鬼？你小傻帽你！啊啊啊啊啊！无你是水死是无？好，我来送你去死！你搞什么？小傻帽！放下！你送你去死！不要不要！妈。你潇洒不？三个一起，狗妈扮鬼！啊！你快走吧。我完了。歹势，你挨地着，你安怎无？我无代志啊。王后生哦，即摆来救我啦！杜光亮，你走袂去啊啦！伊就是杜光亮。是啦，伊就是对咱美国人下毒的人，也佮有把你妹妹害到这尼啊凄惨，即摆佮要把我害死啦！所以你接近我，根本是有目的的。佮讲甚物热心救我？拢是假的，子生，你紧打电话报警察，我的电话互伊收去啊。我帮警方处理。等呢。夜里入来进城。你妈提这个气味搞我毒，这是犯罪证据，顶悬阁有伊的指纹。我甲你讲，非得我一世人是无可能阁等伊人来。啊，你若要送我去，我归去，带你妈来做伙死。杜光亮，真正足卑鄙的你！妈，妈，过来！你是想要创啥？过来，过来，你快过来！我跟你讲，我即马予你两个选择，第一就是我算个三，你把手机放下；第二个就是我对你妈辛苦，都是安康。姐。等，等，我看，我看，不要回来。嗯，啊，这个单中心，啊，头壳怎样皮个咯？根本是顾目睭的啦！进前林子彤的代志，你是叫开宏哥教伊了的。嗯。
哎，不是林子彤哥哥，有当来个火鸡母。另外跳舞会啊，得寄存给你啊。哥哥，行，等你啦，赶紧别擦哦。还是别去啊，找到了。哎，我替你这元首人包扎伤口，当作我抓你无还，好，我就让你痛到叫干。我跟你讲，最好卖作怪，若无你甲补到我去啊，我这刀啊就剁到我心。知啦，知啦。你袂记啊？昨明明就是你甲我出招，招我来才开房间的，你莫胡白讲话。哎呀，你袂计笑啊你！你这小杂货，哎，莫伤害我嘛！你是目睭生病啊？无看到医生拍我的？我有看到，啊，一个查甫对查甫动手，动较光彩。我虽然伫个人来遐尼济，啊，不过看新闻嘛知影。恁即马外口号做两性平权啦，凭啥物查甫拍查某就是地沟？查某拍查甫就天公地道？恁爸母你食一套啦！你真正把我毒了哦！你是神经病啊！我是神经病啊！专门治你这个无天良的，想叫你无要好好踮伫警察局。别走出来，外口变鬼变怪，我只好定你定个死。杜姑娘，唔管我卖多一种人，我拢袂甲你来处置。你上回去硬把开哦。你把酒天要去看卖，你妈不是人，你妈是只鬼。所以我要等你地下的时阵，你喊你妈做伙。咋等你地下？你，你他妈鬼！吓死！你到底如何想？含恁爸也够恁阿妈都爱听啊！你到今嘛，跟你替伊拼命啊！就算讲我妈好挂出去，也是我妈，不是你家己。不要！你袂当对伊动手。妈，是安怎？伊伤害你，你阁为何伊？我会当对这笨手动手，你袂用的。因为你的手是爱开刀救人的啊！你袂当为着这个笨手，你去犯罪啊！你还替你阿妈，又搞恁爸爸身上啊！阿香啊！这个器皿啊，顶关有恁老母的指纹，今仔我若对你的胸腔甲堵落，安尼恁老母就爱担台死家己后生的罪名。你敢那嘛袂歹吼？不义，你是你！拍出来！坤哥，我才去边度吃干呢。你随过阿母接出来，杜光亮，你冻伤啊？你手受伤啊？恁爸已经出面啊，搁想要去牵人手啊？子辰，你有受伤无？你有安怎无？啊？阿姊，廖乾坤啊，这就是你的外甥兄弟哦，伊被人拐出来了，就死过了代志。佫牵连无辜的人，点点啦！而且上无资格讲话，就你只只火鸡母啦！伊拍我的后生，我啥也无资格。恁想要创啥？莫袂记得，阮两个是阮党的左右护吧？想要牵着阮党的，想要才白话才佮讲啊！妈，既然廖党就来啊，先听阿兰讲。坤哥，弟兄，
你搁知影我受伤啊？那恁踮要遮创啥？拢真正学袂乖呢？顶一条我才甲你处理煞尔，你怎么搁补这条？我伊三顿都白堆。坤哥，我是认为宋林芳这个查某这么恶毒，咱若无教死一个，伊毋知搁要害美华数学身躯边的谁啊？你搁有话讲呢？我是毋知你奶奶搁遮啦，啊！不过我是认为，咱若等到宋林芳去做歹，咱才来主动，伊根本就袂有。我即马安尼甲定好掉，这叫做鲁红。等下，这个我感觉副董讲得有理哦。是啦，虽然我蛮爱查某，但是就伊这款歇斯底里的查某是真恐怖呢。干掉啦！坤哥，你莫激动啦。等下，你受重伤，袂堪要咧受气的啦。是啊，等下有话好我讲啊，莫大声细声啦。恁爸咧处理代志，莫乱好无？开命啊！姚董，你讲义气，为着兄弟情，连你命都无要顾啊！你的立场我了解，啊，不过我嘛有爱保护的人。你的兄弟为着保了车弯，把阮小妹害到安尼，明仔是不是会好？我唔知影。你讲，这条小，我应该遵督煞。我唔了，伊对美国人下毒，唔知影害偌济人，即马。阁害我的查某囝受到伤害呢！伊做的拢是真妖兽、真无天良的代志，那是放伊煞，啊你阁有天理？所有的代志拢是对你开始的，你阁家己啊讲话，哈？安怎？好大麦秘在恁后生后壁，你阁出来？这个嘴啊，我甲你拆好破，看你要老袂讲话！你本来就是啊，你替我做借口去伤害大家。你才是无天良、妖兽的人啊！你去讲，你去讲啊！煞未？花家母啊，你若阁遐查天花道，互恁爸公开，我真正叫妖精甲馒头，甲你拖去我的建地，大陆做地基哦！我今麦拢什么时阵啊？你还搁咧讲这个代志哦？那警方已经发布上新的消息啦。新闻已经报了，你自己看。警方发布上新消息，美国人下毒凶手主动到案，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。啊，这是被逮出来了啊？根本是另外一个下毒的案件啊？无啦，这条就是副董的这条啦，莫戆好无啦。陈忠信真正找人替杜娜打罪，这边我真正欠伊人情啊！即马警方已经证实这件代是毋是杜娜做诶，所以宋凌芳，你是毋通继续搁共诬赖呢？这边哪有可能？就是这只碰到对面杜娜做诶啦！我安怎？你是亲目睭看到我下毒是无？无嘛！你讲白查，警察都已经查到线索啊！你讲话要注意哦。现在这个案件，凶手啊已经到案，警方也结案，你还坚持要指控别人，你要小心哦，人会告你诽谤，还有作伪证哦。警方厉害乖哦。你特工数馒头，听到无？别再为我身躯泼好水啊！事实个真相，唔是恁讲就准拄煞，我要去警察局问候清楚。杜光良，就算讲你得过美国人黑道的代志，我是什么代志，我明天准拄煞，我一定提告，够胆。